You may think that I know too much, but now it's never too much. Because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.早安大家，今天是6月30号，今天是马来西亚公开赛的16强，然后今天就跟我的一位朋友过来看羽球现场，所以话不多说，带你们去看布吉加列阿夏大人了， Let's go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进到来这里 ，So Super Fans 呢就是在后面 ，So 我们现在就要进去了啦 ，Let's go。我们刚刚吃饱，现在我们要回去看球赛。刚刚回这来的路上遇到陈唐杰 Mixed Double Player 马来西亚的运动员，
所以我刚刚就跟他要求了合照。然后呢，他真的是很高啦，比我高半厘头。OK， so 现在我们就要立刻回来看接下来的表演啦， Let's go。现在时间呢是差不多7点钟啊，哇，很累啊，我整个头很痛，不是头痛，是颈项很酸，然后看到也蛮开心的，然后我现在在球赛球员这边后面等，看可不可以看到，今天收获也是满满啦，也是有拿到很多签名奖，第一次来这里看羽球，然后很开心，现场的观众真的是很给力，我自己都已经喊到喉咙已经很痛，好像你唱歌唱很久了那种痛。他们还可以这样给力的去喊，真的是加油马来西亚。OK， 现在回到来吃好东西，大概11:30左右，我们回到家。So， 今天真的很累，有什么明天再跟你们分享。Good night。OK， 今天是隔天 ，So 我们来分享回一下昨天拿到什么东西。Basically 呢，昨天呢我都是在忙签名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件衣服。这一件它就有很多的签名，我拿给那些球星签，所以也没有什么拍到那些画面，因为当场也比较乱水。然后呢，他也有给一些面包，我吃完了啦，还有给一个 mask 一个口罩啊，就这样而已。So 基本上很开心，因为毕竟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去看球赛，不管什么球赛类都好，这个是我第一次去看，跟我的朋友 ，So 也是很开心有这个回忆啦。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，现在我们又要开学，然后要去开始新的一个学期，一个新的 semester， 也要开始去准备好 assignment 啊 coursework 啊等等的这些东西。在这里有一个好康要告诉大家，它是可以从 PDF 转换成 editable word PowerPoint DWG 等等的应用程序，可以用它来编辑你的学习文件或工作。那它是一个可以合拼、可以删除、可以压缩、可以电子签名、还有水印等等的功能的。当你遇到比较难或比较深奥的词汇时，不要怕，把它 highlight 起来，通过 PDF search 即可帮你转换成为那一个意思。我本身用了 PDF RGO 几个月，真的是很好用，很大力推荐给你们。看着这个影片的你有好看啦，那就是 PDF RGO 让我的观众，也就是你们呢，可以拥有一个月的 PDF RGO 的 Pro Plan 超值计划哦。
方法很简单，只需要在下载后使用我的 redeem code 听威去 redeem， 就可以享有一个月的 Pro Plan 配套使用。但兑换码也有期限的，所以赶快去兑换先，毕竟迟早都要用到啦。好啦，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出去，然后记得 follow 我的 IG 在 description box。至于 PDF Agile 它的 link 呢，我也会放在 description box，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。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拜拜。I got my head out this sunroof, I'm blasting